地很大嘛，然后有草原，还有湖泊，还有牧草菌啊。然后尤其是到每年七八月的时候，就特别容易淹水了。哎呀，就会变得特别有名。哎呀，然后淹到最后，然后就会变成一条河、啊。然后有时候还会看到那个什么杀人鲸嘛。对，自己深深的体会了四年。对啊，每年都是这样子。好。OK， 好，离别的湖。就祝你一路顺风。